大家好，我是涂谨申，香港立法会议员。我知道世界上有很多地方的人跟香港一样，最近都是受了新型肺炎疫情的影响，收入减少，失去工作，甚至跟亲人是永别。用画笔来到表达对这场人道灾难的反思和对生命的关爱，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希望有更多人能够参加亚洲艺术协会举办的对抗新型病毒世界公益绘画大赛，让更多人能够感受到艺术的力量和魅力。